的手印是你印的吗？嗯，窗户上的小爪子印是你干的吗？是不是你啊？你说是我啊？这是我画的画啊。有。是可爱。哇。鼻子里还有一个，鼻子里还有一个脸，好意思不好意思？你手上还有那么多米粒，舔一舔吧，啊？哎呦！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要好好拍一拍。哇，好强的阳光呀！哎呀，好晃呀，这没法看。妈妈，这喜欢大草草。激动吗你？是吗？嗯？这边是怎么样？哇，这个瀑布。森林里走出来的小丹丹，给爸爸看看啊，可爱，很好。看看你的树叶。啊，经典的树叶呀！怎么样？叫我过来呀？哇，都没有人呢，就我们一个。吃饱喝足了，回来滚啊！你猜我什么时候可以不用躲在厕所里了？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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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电话亭可是妈妈之前来过的，妈妈还年轻，不是，妈妈还没有生你的时候来过的。哇，妈妈好辛苦呀，爬了一个这么大的坡，现在还要继续往上爬。啊，小蛋蛋睡着了吗？
睡着了，那也算没白爬。上次我们来的时候还在修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现在那是多少年前？修好了。六年前。小蛋蛋睡得好香呀，秋高气爽，适合睡觉。嗯，我们决定先到人少的小路上玩一下。呦呦呦，妈妈别撞墙呀，我到那还睡觉呢。喜还是喜欢绿色的树，绿色的树我熟。他要把那个落叶放到树上去。嗯。跟爸爸妈妈出来玩好不好呀，吴登登？吴登登，抬头呀！怎么一拍视频就低头了？为什么你坐在马桶前？
养娃难呢。小猪一个人独占这么大的房间，我们两个坐在厕所前面。坐了一下车，小猪就睡着了。快到了吗？我们在休息室里等小猪睡醒。哇，这么多毛草草。啊，跑得真快啊！啊，使着劲儿呢。这雨，天哪！看看这坡，比新加坡可是好看多。看看这楼梯，妈妈最害怕。走吧，继续下台阶吧，还有500阶台阶。回头。下山了。小主坐在这么美的一个座位前面吃饼干。哎呀，我们先去瀑布看一看好不好？去看一下瀑布。看着太晃眼了，我都看不见人了。开心的，哇，爸爸，来吧！哎呀，走得真快啊，走得真快，哎，走得真快。一天净陪妈妈，不爱背着你走了。一天走了多少路呀？走了多少路呀？吴端端，吴端端怎么在发呆？太美了，所以我呆住了。